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24回。袁瑶犹豫了好一会儿，凝脂如玉的脸上决然之色一闪，终于平静下来问道：韩兄既然知道青阳门之事，大概也知道袁瑶的一点经历吧。韩立脸上闪过一丝异样，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提起此事，但是神色如常的点了点头。不错，混入那几个人当中的时候，在下曾听青阳门的那个人说起一点，说袁姑娘差点成了青阳门少主的侍妾，后来却暗害这位少主卷宝潜逃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。听韩立如此一说，袁瑶艳美绝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。哼，此人说的倒也没错，我的确差点成了那贼子的妾室，并且答应的时候心里也存在着攀上青阳门这个大靠山的想法。我如此一说，韩兄会不会觉得袁瑶太不自爱和太不知廉耻了一点啊？这倒没什么，修仙界原本就这样吧，不是出身大门大派，也没有过人的灵根资质，普通修士想要在修仙路上更进一步，的确是千难万难呀。袁姑娘当初的做法倒无可厚非，有一点姿色的女修士许多都是心甘情愿当高阶修士的侍妾女仆的，希望能借机提携他们一二。而一些彻底对修炼之徒死心的，甚至愿当别人练功炉顶，只求一时的无忧和富贵啊。韩立摇了摇头，不露声色地讲道。韩立的言语似乎让袁瑶的心里边好受了一些，他冲韩立勉强的一笑，又说道：当年我和艳丽师姐出身一个修仙小派，不但资质一般，修炼功法更是平庸至极，我们二人自知若就此下去的话，别说什么结丹了，就是筑基期都无望进入，所以就相约离开门派，四处找一些修为高深的未婚男修士，看看能否成为对方的双修伴侣。可惜的是啊，不要说是结丹修士，就是筑基后期的高阶修士，我二人都未曾遇见合适的，反而引来了许多偷窥我二人姿色的不轨之徒。这些修士修为不比我姐妹高深到哪里去，我和师姐自然不肯愿意以身相许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小变故，我和艳丽师姐分道扬镳，我又独自闯荡了一段时间。几年之后，等我再见到师姐的时候，却发现她竟然成了青阳门少主的炉鼎。我当时自然是又惊又怒，想要询问究竟，但这个时候那青阳门少主突然出现，接着呀就口口声声说什么自称看上了我，要纳我为妾，而我呢只要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他就会放过艳丽师姐并同样纳为妾室。也是小女子当年见识浅薄，现在贼子身份显赫，修为高深，并且生有一副好皮囊，虽然艳丽师姐极力反对，但我几乎没多考虑也就答应了下来，并随他回到了青阳门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袁瑶露出了一副愣愣的神情，似乎在回忆着当年的情形。韩立则眉头轻轻一皱，知道下面的话语啊，才是他要说的内容，前面那些啊，只不过是话引子而已。果然，袁瑶将思绪一收之后，声音蓦然冰寒地接着说道：结果在回青阳门的半路上，艳丽师姐突然找了个机会
偷偷地告诉我，说他呀当初也是被那青阳门少主欺骗，说是什么要当侍妾的，谁知道被那贼子带回去没有几个月，忽然就将他变成了炉鼎，加以肆意的采捕。而和他处境差不多的那些炉鼎几乎都是用同样的手段骗回去的。一进了青阳门，他们这些女修是做侍妾还是做炉鼎，根本身不由己。我当时听了此话，心里自然大惊，和艳丽师姐商量了一下，打算趁那贼子不备一起偷偷的溜走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位少主竟是个色中恶鬼，在半路上就逼我和他同房。无奈之下，我和师姐只好冒死设下圈套，趁其手下不在的时候暗算了那个贼子。结果虽然计划成功，但艳丽师姐也被他临死前反噬，肉身受损。无奈之下，艳丽师姐只要元神出窍，暂时栖身在一件法器之内。不过普通的阴魂法器，魂魄在内会日渐衰弱，后来我用尽了各种方法，也只能减缓此过程而已。艳丽师姐的元神不久就灵性大失，就是有合适的肉身也无法夺舍了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此女顿了一顿，明眸中满是伤感之色。难道元瑶姑娘取那养魂木是为了安置严厉道友的魂魄？听到这里，韩烈想起了养魂木的事情，神色一动，恍然问道：不错，我从青阳门少主那里得到一块玉简，记载了虚天殿里藏有养魂木的事情，所以我准备一番之后特意去虚天殿取此神木的。可是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殿比传闻中还危险得多，要不是韩道友数次相救，以元瑶刚结丹没多久的修为，恐怕真要葬身殿内了。现在严厉师姐元神经过养魂木这么多年的滋养，总算魂力已经恢复大半，虽然还没有办法主动夺舍，但也可以使用还魂术让师姐重新拥有肉身了。元瑶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脸上又露出了蜥蜴之色。还魂术就是让魂魄进入心死肉身重新还阳的那种秘术？不错，就是此法术。元道友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此术的危险我就姑且不说了，光是施展此秘术的代价就不是一般修士能够承受得了的。他不但要结丹以上的修为才能施展，而且因为此法术太过逆天，施展过此术之后，施术者修为会亏损到难以承受的地步，基本上结丹期的修士都会跌落一个境界之多。以元道友现在的修为，一旦施展此术，十有八九会马上碎丹，并跌回筑基期的修为啊。韩立盯着他的面容，声音一冷，森然说道：这一点元瑶当然知道，此术和夺舍不一样，夺舍时夺取的还是活人躯体，只要不违反三大铁则，基本上还能安然无事。可是还魂术却是让心死之人的躯体再度复活的法术，自然要付出一点代价了。元瑶听韩立提及此事，默然了一会儿，但是随后就轻描淡写地说道：看来呀，此女对碎丹的结果似乎早有了觉悟。你师姐有养魂术相助，难道也无法主动夺舍？或者袁姑娘可以等到结丹中期以后再开始为严厉姑娘施展还魂术，这样也不至于落个碎丹的下场啊。要知道碎丹以后再结丹可就奇难无比啊，甚至比第一次的成丹还要难上数倍，基本上可以说，哎，
此生无望啊。韩立眼中爆射一丝金光，郑重地警告说，师姐先前受的损失太大，而且元神以魂魄形态存在的时间太长了，已经间断地开始神志迷失，这可不是养魂木可以阻挡的，顶多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会彻底迷失本性，到那个时候就是施展了还魂术，师姐也会变得痴呆起来。而且最近我也恰好找到了一具非常合适的躯体，并已经花费了大把的心血布置完了还魂术法阵，若是没有人打扰的话，我已本打算再过一两个月就开始施展此术。任瑶平静地说道，眉宇间虽然说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哀愁，但是他决心已下。听到这里，韩立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。袁姑娘，你忽然和在下说这些事情，是想让韩某出手相助吗？韩兄刚才对袁瑶有过援手之恩，我本不该再出口相求，但是施展还魂术要在玄阴之地才可以进行，而且非常忌讳有人打扰，而此术施法前后动静较大，即使有法阵掩饰，还是容易招来其他修士的偷窥。袁瑶因为被青阳门通缉的缘故，除了韩兄之外根本不认识其他高阶修士，所以别的忙袁瑶不敢奢望韩兄出手，只希望韩兄耽搁数日，在小女子施法的时候能够护法一二。此事关系到艳丽师姐的生死存亡，只要能答应此事，韩兄有什么条件尽管可以提，袁瑶能做到的绝对一一照办。此女眉毛一挑，玉雕般的面容上满是毅然之色。韩立默然不语，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。按照他以前的行径，自然不愿在此耽搁什么时间，毕竟他自身他也是一堆麻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是袁瑶不惜自己碎丹也要救活好友的打算，让他心底藏着的一丝莫名其妙的东西被触动了起来。略微掂量了一下其中利害关系，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修为，只要不是碰上元婴中期的修士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普通的修士前来偷窥的话，他自然而然轻易灭掉，帮助此女护法数天的话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便。想到这里，韩立心里有了主意，揉了揉鼻子苦笑说道，嗨，看来呀，韩某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言语。既然袁姑娘不惜碎丹也要帮助艳丽姑娘还魂，那在下就帮道友护法一次吧。韩某也不再向道友提什么其他条件，道友就将那明魂珠的蹊跷之处告诉在下就可以了。韩某心有顾虑，可是至今还没有炼化此宝，而且你说的玄阴之地不会就在此岛吧？这里已经暴露了，还是另寻他处施法比较好啊。袁瑶听了韩立的话，花容绽放，随后目露一丝感激之色。韩兄出手相助，袁瑶实在感激，不过尽管放心，那玄阴之地并不在此处，而在另外一个小岛之上，虽然离此只有数天的路程，但也足以避开青阳门一时的追查，让我从容施法完毕。至于明魂珠的事情更是简单，这只提魂兽啊，也是那青阳少主之物，其实还未祭炼完全，只完成了一半，所以连带控制他的明魂珠也有了一些瑕疵，让炼化此珠的人会定时的头痛难耐，而且随着祭炼的深入，这种头痛会越发的难以压制。
我当初为了应付虚天殿的鬼魂一关，只稍加炼化了此珠一小半，但就是这样也让小女子寝食难安，日夜不眠。提魂兽后边的祭炼之术，我这里同样也有，虽然觉得单凭韩兄一人之力不大可能完成，但是还是送与道友吧。袁瑶摸出了一块绿色玉简扔给了韩立，并解释说道。韩立心里有些恍然大悟，啊，怪不得此兽虽然能吞魂噬鬼，但威力和传闻中一比似乎有些名不其实，原来竟是一件未完成品。韩立有些失望地接过了玉简，随意地看了一眼就扔进了袋中。袁瑶姑娘，此地已经暴露了，为了以防意外，我们马上离开洞府去那玄阴之地，省得迟则生变呀。韩立神色一正，沉声说道。好的，韩兄不说我也打算有此提议的，等袁瑶稍微收拾一下洞府，就事不宜迟出发吧。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三天之后，另外一座比较荒芜的小岛上，韩立在此岛的高空凝神向下望着。这座岛屿的确阴气很浓的样子，袁姑娘竟能找到此处真是不易，说不定借助这里的庞大阴气可以让袁道友避免减少一些亏损呀。摸了摸下巴，韩立忽然扭过头对身旁的家人说道，这是自然的事情，我曾经查过这附近海域的资料，才知道啊，这座无名的小岛上在很久以前有过妖兽墓穴之称，在人类尚未在乱星海立足的时候，附近的低阶妖兽一旦大限快到，就会自动的到此岛附近等待着消亡，只是后来我们人类修士来彻底统治了内海以后，低阶妖兽被杀得七七八八了，这种事情啊自然也就没有了，但就是这样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消散，此岛阴气之重还是骇人听闻。不过此岛太小，而且所处位置又远离正常岛屿路线，所以呢才很少有人知道。袁瑶瞅了瞅岛屿，微微一笑，说完这话他就不再犹豫地轻轻地飘落下去，韩立立刻不慌不忙地紧随其后。在小岛一个角落落下之后，袁瑶带着韩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小山谷前，四周啊全是黑色的拳头大小的乱石。袁瑶到了此处，双手一掐法诀，日手一扬，一道红光发出，谷前红光荡漾之后，景色蓦然一变，露出了一个十余丈大小的复杂法阵。这个法阵看起来呀，复杂至极，阵中套阵，符文深奥，一看就是非同小可呀。但让韩立在意的是，在阵法中间有一个晶莹精致的白玉冠横在那里，长约七尺，高约三尺，通体被丝丝的白色萦绕着，竟然是用珍稀异常的寒玉制成，绝对价格不菲呀。看到这里，韩立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，不用问呀，这寒玉棺材内就是袁瑶替严厉所找的肉体。据韩立所知，还魂术所需的躯体条件限制非常之多，不但要涉及到灵根属性、诞生时辰，甚至连肉体原主人死去的时日是否冤屈、有没有怨气和孽气染身，都要掐得准确无比。在此情况之下，
您才谈得上可以施展还回术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35回。